好啦，翻嚟啦。咁疑似咧就有人入咗嚟捣乱，咁咧，但系我都睇唔到嗰、那个原本嗰个留言。咁多谢啲网友帮我哋还击咗啦。嗱，咁捣乱嘅人咧，其实就即系针我哋嗰个题目入嚟嘅啫，就系明日大屿。咁明日大屿，我哋到翻最后先讲啦。咁而家讲下即系施政报告其他嘢。当然第一样嘢要讲咧，就系简约公屋啊。即系呢个咧，我睇到最初谂住系啲咩新嘢嚟嘅。咁啊，睇翻嗰个政策咧，其实呢个简约公屋咧，就其实比较似之前嗰个过渡性房屋。佢就唔系新嘢嚟嘅，即系我睇到啲报道，个个都话系新嘢。咁其实嗱，佢有啲嘢系新嘅里边，但系嗰个概念咧。其实就是即过渡性房屋，不过佢就叫做简约公屋咁样样。咁嗱，而家啲消息传出嚟咧，嗱我就知道会有一啲问题啦，有啲政策问题会出现咗啦。嗱，呢个施政报告里边讲，佢就话会用呢个集装箱形式兴建啊，咁呢个咧就系轮候公屋三年以上嘅人咧就可以申请。咁咧就当中咧就系家庭优先咁样样，咁有消息话啦吓，呢个就系啲媒体讲噶啦，咁呢个简约公屋啊，嗰个租金嘅考虑咧就系传统公屋嘅90%。嗱，咁问题就嚟啦，嗱而家嗰啲即系嗱我哋知道嗰啲叫做嗰啲叫咩啊过渡性房屋啊。因为过渡性房屋咧，其实呢一样嘢咧就2018年已经开始搞噶啦。咁呢个过渡性房屋咧，嗰个租金咧，据我嘅了解咧，就贵过公屋噶。而家系啊，即系嗱，呢个系即系我嘅理解就系咁啊。点解会贵过公屋咧？嗱，因为呢个即系过渡性房屋嗰个做法咧就系咁嘅，政府咧就系其实俾一部分钱。同埋即係嗰啲地啊，嗰啲咁嘅嘢，咁但係咧好多咧都係由一啲即係嗰啲叫做 NGO 啊，非政府機關咧，非政府機構咧係去營運嘅。嗱咁非政府機構佢搞呢啲過渡性房屋項目咧，佢收嗰個租金咧，如果係收平過公屋嘅話咧。他们呢就没办法继续营运下去的，即根据我的了解就是这样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即你结果你搞这个简约公屋出来呢，实际上他就做了另外一个问题出来，就是不一定会增加到整体的过渡性房屋的供应。那个情况就是这样。咁呢个简约公屋佢而家讲緊嗰个目标呢，就係未来5年呢就起30000伙嘅。咁全部都係政府抌钱落去做。咁如果全部都係政府抌钱落去做呢，咁而家呢就会有其他问题啦。就係嗰啲 NGO 佢搞过嗰啲过渡屋啦，嗰啲咁嘅嘢呢，咁对于好多人嚟讲就冇乜吸引力㗎喇喎。其实嗰个情况係。咁如果嗰啲 NGO 佢淨係收公屋嘅月租或者收公屋90%啊嘅租金，而政府係冇补贴返啲 NGO 嘅话，咁嗰啲 NGO 呢佢哋就会蚀本。而且呢咁样蚀本佢冇办法经营呢，佢其实呢就会嗱呢、這个我可能出现嘅问题啊，就係呢会令到嗰个过渡性房屋嘅供应呢实际上整体嚟讲係减少。咁吴林就问下政府收翻自己搞，而家睇上嚟就似系政府收翻自己搞，咁但系以前嗰个做法其实系比较聪明一啲嘅，即系我个睇法就系你变咗有个杠杆嘛，你政府攞一啲政策出嚟，一啲资源出嚟，咁你就再配合啲 NGO， 咁咧就系变咗成件事咧就可以用比较少嘅钱咧就去做比较多嘅嘢。咁但係如果即係政府攞返晒嚟做嘅，咁、那个问题即係我觉得就係
結果政府就用多了錢，但實際做到的事又不會多過之前咯。那個情況我看到有這個問題了，這個是可能的問題。當然呢，即有這個這樣的問題的話，究竟之後會怎樣呢？我都 不清楚、我都不清楚之後會怎樣。即因為這樣的，即現在那個過渡性房屋呢，其實要社工評估家訪，跟住之後呢才比較容易即入去住的、如果政府佢主導搞，咁希望就係基層嘅人可以早啲入去住啦。咁但係如果所有門檻係一樣嘅，譬如而家個門檻其中一個咧就係輪候公屋超過三年，咁其實有好多人都係輪候公屋超過三年噶啦，個市面上。咁而家會唔會出現一樣嘢？嗱，就係政府攞咗資源出嚟，同埋嗰啲 NGO 係做一個冇必要嘅競爭咧，這個好奇怪，即係我係唔係好明點解政府會攞翻曬嚟搞嘅？這個我係即係打一個問號啊。咁啊嗱，仲有就係 MHA 0030佢又講係劏房價，咁其實就會平過劏房嘅呢、這個即係過渡性房屋的租金，因為之前咧，我記得睇過啲數字咧，大概係3500蚊到，咁佢就貴過公屋噶，佢就唔係平過公屋嘅。咁但係而家施政報告出嚟講咧，個租金就九折。咁如果係個租金係九折嘅話咧，咁當然啲人就會申請咗呢啲簡約公屋先啦，能夠申請嘅就，但點呢啲簡約公屋如果供不應求的，那些人就應該會轉去申請那個叫做即是現在那些過渡性房屋啦。但是一定會有人說這個做法不公平的，為什麼我申請到政府搞那些就可以便宜過公屋，我申請了那些 NGO 搞那些就要貴過公屋，它一定有這些問題會出現的，即一定會有人說這樣不公平那樣不公平的，其實就咁當然，即係而家講咧，就係呢個簡約公屋咧，就係、面積就係10至31平方米，咁咧就會有獨立洗手間、淋浴間、煮食空間，有冷氣、熱水爐。嗱、即係建築署就會起呢啲樓嘅，而家講有，跟住而家消息傳出嚟咧，又話係會揾啲營辦者去管理，咁 NGO 即係嗰啲社福。即是非政府機構是方向之一，那就很奇怪了。即是為什麼我說現在有些東西拿出來是很奇怪呢？好像即大浪是沒問題的，你拿出來搞就，但是細節呢好像呢就有些問題，即不好意思，即我不是想在這裡罵政府，你知道我被人說盲撐的了，但是現在的細節看上來呢就好像有些不多妥的情況、即系而家讲咧，就系嗰个简约公屋又话会平啲咁样。咁好啦，如果你即系简约公屋系平啲嘅，咁嗰啲 NGO 嗰啲咁佢好难营运嘅。个事实上系，因为佢哋系基本上嗰个价钱系要高一倍咁样。其实就即系其实因为3000几啊嘛，你而家喺即系嗰个公屋九折的话，它可能是1000几、可能1700蚊到、即如果收3500的话，那些 NGO 搞的要收多一倍了、如果大家不同的地方、即是租金差那么远的话，那些人会怎样呢、我都不太知道、不过即现在很奇怪，即有很多消息传出来看到一些即是问题的，其实就当然呢，你现在将那些过渡屋变成公屋呢，它那个度那个公屋那个轮候时间呢，那个数字又可以改一改，那么怎样呢？即是它会施政报告有讲的，这个就它会出一个叫公屋综合轮候时间，那究竟怎样计呢？那么我即是可能
你攞咗嗰個簡約公屋嗰啲人咧就唔計咁樣樣啦。咁嗰個數字可能做咗出嚟會靚仔啲嘅嚇。嗱、啊、咁、啊、不過即係你話政府咁佢做呢啲咁嘅簡約公屋咁，即係對成個社會有冇幫助呢？有幫助嘅，佢有啲細節係要再諗定諗，即係考慮得周詳一啲先得嘅啫。我認為係，因為而家有啲人已經做緊嗰啲即係過渡性房屋噶啦嘛。嗰啲過渡性房屋之前有一部分係嗰啲酒店啊、賓館啊嗰啲咁嘅嚇。咁啊，靠靠就話政府從來都係 NGO 先做 ，OK 就自己接做。但係而家個問題就喺邊度呢？即係你其實政府能唔能夠管多咁多呢啲嘢咧？我係打一個問號嘅。同埋咧，你結果就攞多啲資源咧，做出嚟嘅嘢咧，就唔係真係多咗好多。咁我覺得就唔係好妥咯，嚇、啊。咁啊 ，K K 抄又簡約公屋係咪長住咧？係咪住幾年之後又要搬去正式公屋咧？係要搬噶，係住幾年嘅，因為有啲地皮咧係可以五年咁樣嘅啫。咁佢將個問題拖長咗嚟搞，咁拖長咗都好過唔搞嘅，即係我個睇法就係，因為你都起唔到咁多公屋嘅，其實就即係而家點解咁多人申請公屋，當然有其他問題啦。咁孔偉斯就話：昨日佢講嘅我都聽唔明，係咪要減半年嘅公屋房租？冇啊，冇減半年嘅公屋房租啊，冇啊。我就聽唔到呢個信息啦，即係我嘅理解就。咁 E.T. 就話 NGO 做事好慢，嗱，即係如果你話 NGO 做事好慢嘅話咧，咁政府都做得好慢嘅，所以嗱呢個我一定要講翻，即係呢個你唔能夠抹殺咗嗰個 NGO 嘅功勞，尤其是係政府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嗰個資助計劃，其實政府都要時間去處理嘅，其實就。咁當然佢仲有先導計劃啦，即係搞咗好多嘅。咁嗱，即係如果你將所有過渡性房屋變成嗱呢、這個簡約公屋咁樣得唔得咧？咁政府攞出嚟嘅錢實際係會多咗咯。個現實就係咁樣。呢、這個我自己嘅睇法啫嚇。呢、這個政府攞多咗錢出嚟，實際上提供嘅服務就少咗。唔會少咗嘅，即係嚴格嚟講係，即係唔好用少咗嚟形容啊！我都要澄清翻先，佢實際提供到嘅服務咧，就冇咗啲 NGO 幫手去做，應該咁講啊，即係 NGO 嗰方面咧就冇咗。咁究竟係咪一件好事咧？我係打一個問號咯啊！咁啊 ，Wing Hong Lee 就話。落善堂盼政府考慮簡約公屋由非牟利機構營運，咁結果政府都要揞錢俾非牟利機構，因為嗰個租金而家其實最大，我覺得最大問題就喺嗰個租金嗰度。嗱，嗰個租金嗰度咧，就係佢會係公屋嘅九成嘅，呢個係指標嚟嘅，呢個係李家超講嘅指標。咁如果係公屋嘅九成嘅話，咁即係其實所有嗰啲過渡屋咧都只能夠收公屋嘅九成。其实结果就是政府都要揞多嚿钱去补贴啦，我相信啦。咁究竟政府有冇钱呢？我就觉得好大问号啊！问号啊，我要讲个问号。K K 抄就话而家啲 NGO 都系挂羊头卖狗肉，咁又唔可以咁讲。呢、這个我哋一定要即系帮某啲 NGO 澄清翻先啊！即系尤其是系做嗰、那个过渡性房屋项目。講真咧，嗰啲 NGO 係冇錢賺嘅，佢哋咧就基本上咧就攞翻個成本，但係所以你而家一講嗰個租金要降低嘅話咧，咁其實咧佢哋連成本都收唔翻嘅，咁成本都收唔翻，咁會唔會做咧？咁啊唔會做啦嚇，咁何苦咧就話公屋已經好平，仲要九成暈啦？咁點解要九成呢？我而家講下李家超個思維邏輯先。我認為佢係咁嘅，佢哋嘅團隊就係咁諗。因為呢啲簡約公屋咧，整體嚟講咧，嗰、那個配套咧就會比公屋係差嘅。咁如果同公屋比較嘅話咧，就應該可以收翻即係平啲嘅，即係平啲嘅租金啦。咁但係市場上咧，嗰啲劏房咧提供更少嘅嘢咧，那個租金咧係更貴嘅。現實上係
咁啊，何虎就话啦，公屋啲人已经当系人生胜利组啦，而家更难搞。嗱，呢个咧，又系一个即系社会嘅问题嚟嘅。啊，即系你呢啲咁嘅即系社会嘅福利咧，系结果咧就令到个社会更加唔平等嘅，某程度上系啊。咁S 就话收富户屋啦，咁嗱呢啲咁我唔敢讲啊，即系。佢而家個施政報告裏面咧，佢冇講到呢啲嘢，啊，即係佢冇講到會做呢啲。咁個問題係咪你起多幾多公屋或者起幾多簡約公屋都會唔夠咧？咁我就唔知道啦，嚇，我就打一個好大嘅問號啊。咁啊嗱，即係 ET 佢就話近日悉尼住屋需求增加快，因為加快移民申請批核之前咧積壓個案。咁嗱，唔知道呢件事同悉尼有咩關係啦。咁嗱，公屋嗰度其實而家搞簡約公屋其實都係好消息嚟嘅，即係我覺得係。咁但係會有其他衍生問題，咁希望政府咧都係妥善去處理呢啲衍生出嚟嘅問題。因为佢哋施政报告里面有讲嘅，佢会整一个红队嘅概念啊 ，red team 嘅概念咧，就系、是、批判一下佢嗰啲政策嘅。咁嗱，我哋呢个免费提供呢个服务啦，吓、啊，即系因为我哋见得到嘅问题咧，就系而家你攞九成租金呢一样嘢咧，就好影响嗰啲社福机构啊，嗰啲社福机构而家做紧嘅收嘅租金咧就高过公屋租金嘅，其实就。所以我自己的睇法咧就是政府都系应该要考虑一下咧，你即系一系就划一晒补贴咗啲租金佢啊，如果唔系嘅话都好难搞嘅，成件事系啊唔系好妥。好啦，咁啊佐特咧就话，如果 size 等于屯门宝田村中转屋尺码咧，即系成个单位只系放到张床。可以減少人口的入住意欲，那就不會、這個呢，其實那個政策有講到大概是多少尺的，其實就那些簡約公屋就應該是不會太小的、這個我們要先說回、啊、因為現在說的就是他們比較都是大家都是300尺的比較的，那你說是不是、就是會搞小一點、那些那我就看不到施政報告有說。咁同埋而家講咧，就係嗱呢個施政報告咁講啊，所有喺2026-27年度起落成嘅資助出售房屋，一般實用面積就唔少於26平方米，除咗一至兩人單位外嘅新落成公屋，室內樓面面積咧亦都唔少於呢個同等嘅水平。咁呢個簡約公屋咧，相信嗰個面積咧都唔会同头先我哋讲嗰个面积咧就相差太远嘅，嗱估计就系咁啦吓，咁啊好啦，嚟到呢度算啦吓，即系我哋讲少少即系一啲可能出现嘅问题啦，咁休息一阵翻嚟咧，我哋就讲下另外一啲话题，休息一阵先。